早安少女组是谁的收藏？是我的，果然就是你啊 ，Juicy， 对 ，Very Juicy， 就是要练舞用的，对不对？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喜欢听他们的歌，他就从国中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3年了，就追他们追13年这样，所以所有的影音商品几乎都有忠实粉丝。对，他们从第一张单曲到现在第48张单曲我都有，哇，任何的版本我都有。那这个是他们最新的。最新的单曲。最新的。那现在豆哥现在手上拿的那张是他们毕业之后的团员之后又再组成一个叫梦幻早安少女组。早安少女，早安少女。对，他们又在组成团体，然后又开演唱会，这样。哇，所以你有去日本 follow 过吗？我没有去日本 follow 过，但是我很想去看他们每一个就是毕业成员的演唱会。对，但是都好像蛮大笔金额，所以他每年毕业都会有一个毕业演唱会。不一定，他们就是会看说这个人的就是成长已经 OK 了，已经 OK 了，实力都已经养成了，就可以让他们可以也会一直有新的加进来，就是一直就是换血毕业，换血毕业这样，对，一直都是这样子。不断的吸引更多粉丝。对，接下来这个小茶犬是谁的？果然就是你的，长得像吗？就是有点，请出列。他应该算是三个收藏里面花钱比较少的。哦，对啊，这个是真的。这个当初还去日本买的，就是市林夜市应该是不是跟爸妈去日本玩的时候买的，而且找很久才买到这两只而已。因为那时候日本就比较流行 Kitty 猫，哦，对啊，然后这是我少部分的转蛋，就是我家还有很多，但我没带了。虽然现场没有办法看到小芝收集的所有茶犬，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哇，满山满谷的小茶犬公仔，小芝的收集真的非常惊人呢。你爱上他原因是不是真的？他就跟你有点像，而且很小只，很可爱啊，就收集了。对呀，小茶犬。这里面是什么？没有，它就是一个罐子，它是一个住在里面。茶罐，对啊，好可爱。因为它的那个耳朵就是一片茶叶这样子。对，所以还这个收藏其实还好啦，不会花太多钱哈。谢谢小芝，谢谢。好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有几位来宾呢，带来他们很特别的收藏，来跟我们同学猜一下啦。首先第一位呢，他收藏这个时间已经收藏了10年喽。那他喜欢这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面带微笑的卡通人物，泄气的时候看着他的浅笑，仿佛呢又充满了斗志。来，同学猜一下，究竟他收集的是什么东西？面带微笑的卡通人物蛮多的。嗯，这个有点。苏永康猜看看。他是说浅笑了。浅笑，不是大笑，就对这个范围就窄了很多，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哆啦 A 梦，他笑太开心，也有大笑，对啊，那浅笑小丸子吗？泄气的时候看他浅笑，米老鼠是米老鼠有没有笑啊？他比较少大笑，米老鼠，可是他微笑，对，他是微笑。然后 Hello Kitty 应该没有笑，对，看不出来他是笑，对，没有嘴巴看不出来，对不对？大家猜看看哦，亚飞猜海绵宝宝，为什么？海绵宝宝笑得很狂野，他开的，对呀，他笑得比较大，对不对？哈 ，Jimmy， 皮卡丘微笑，好像也是哦，也笑得浅浅的 ，Juicy。我觉得是马鲁口，就是小丸子，因为小丸子的那个笑都浅浅的，他好像有点邪恶的感觉这样子，他就会被他的那个邪恶的感觉很吸引。对，好，没关系，我们来请这个阿尼来揭晓一下你收藏的东西是什么，好吗？把它撕下。就是阿尼会不会？哎，对，阿尼好像没有嘴巴，阿尼有笑吗？阿尼没有笑。布丁狗？为什么？为什么会想收布丁狗？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很崇拜的学姐，然后她就是有一次就跟我分享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哇，你是批发商吗？好脏哦，是你家？对，这是全部的还是比如几分之一而已？对，几分之一。天哪，那你睡在哪里啊？这满床的都是布丁，舍不得压他们，对不对？这样睡觉，或是睡在上，这布丁狗就在上面铺着。对，冬天也不需要盖棉被了，我想。对啊，这样大概总共收集10年花多少钱？你有算过吗？嗯，保守估计应该有20。20万不止，其实不止，应该不止了啦，不止，对不对？所以你为了收藏它，有没有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嗯，应该是说家里人有帮我，就是从北部搭车到南部，然后买一个东西回来，对。你最远跑到哪里去收藏？
香港啊，香港要跑到香港去买布丁狗，香港多噻。对，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进货很方便，所以就是日本货、台湾的什么什么地方的那边几乎都会有，对，那边几乎都会有。苏永康，像你收藏的话，会不会也是要自己去，比如说去订啊，还是怎么样？要去订，尤其是我最近开始这几年开始收藏古董的眼镜哦，要跑到日本啊，或是要去，要自己去找，去法国，对对，就是那些比较，比方说市场还是 Pierre Cardin 那些已经没有在线上的一些设计师，嗯，他们那些好贵的，非常贵，比现在那种名牌还贵很多。最贵的你收过的古董的眼镜大概有多贵？12000港币。哇！它还不是一个名牌啊，是一个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个法国的一个男性装扮的一个女生叫 Grace Jones， 但那个时候戴过一个眼镜，唱那个 The Vion Horse 那个歌曲啊，那个眼镜上面这边有闪光。嗯，有一个闪灯，然后后来香港有一个人戴过，陈百强，哇！但是那个眼镜，他告诉我买只有一只，而且灯有一颗是不亮的。那你找吴宗宪啊，他现在做 LED 灯装条，他可以装整面。结果我还是买了，所以现在可以找宗宪帮忙一下。所以其实为了收藏，大家真的会，我觉得蛮疯狂的，对不对？哈，那这个。是我们来看看他的收藏好了，布丁狗。好，疯狂的阿尼，他带来一些代表，对不对？因为可能玩偶大家看很多了啊。那这个是什么？便当盒吗？日本小孩子的玩具。玩具？玩具？玩具？打开了，就是一个背包啊。打开了，然后他有就是布丁狗好朋友跟布丁狗自己。哇，好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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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然后这边就有在公园的路，我也回家。哇，好可爱哦，可以自己出来公园玩。公园。对啊，看电视。看电视。耶，超酷的。小沙发也太酷了吧。还有小椅子。哎，我觉得这很特别，这是去哪买到的？就是那个。托人家从日本买回来，这个真的做成，而且因为后面是魔鬼毡，所以你可以自己帮他布置。对，他可以在身处在任何，他可以在客厅，他可以在那个吃饭什么的。小白兔超可爱的，对，好可爱哦。所以你这个千万不能给小孩玩，你知道吗？小孩立刻会摧毁这一切，对，他会用口水沾湿他们，全部都会吸在嘴巴里面，没错，咬他们。